新闻小生，咱来关心这是土地问题。新港新兴路本来是在私人地，不过后来去由政府划设为计程道路。不过地主最近搁把这路角围起来哦，让居民质疑这影响到交通的安全。伫个相关单位会勘以后，确定这是违章建筑，需要拆掉。这是占用路地部分，需要进一步来厘清。新港新兴路是政府划设的计程道路，当年以来被地主兴建建筑物，后来阁有人坑违规，将原本可通行汽车的道路缩减成小通道。居民长久以来嘛无愿意起冲突，近来地主阁将路角地围起围篱，居民认为影响交通安全，双方的纷争更加扩大。阮是今仔要求讲，这行的安全较要紧，那毋是要求讲土地伊买讲袂使用。是问题是这安全性你顾者，你也无讲你是要用啊，你嘛甲只当作一蚊仔防看。对，咱要求是讲按安全要行较要紧。占用道路啦，占用道路甲咱有申请无申请，搁一回事啦。哦，咱一笔一笔来吧。只要是我的权利，我一定不爱你报的。对，这合理啊。对，我违法的部分，你照程序来做吧，紧。好啦。官员来沟通协商，管府甲相关单位嘛来会勘。官府认定违章建筑的事情明确，是毋是占用道路需要搁再厘清。设置违例的争议就较细，干那涉及补缴问题。这地是他们的没有错，只是说因为他现在的地目是陆地，对，所以依法是不可以盖房子，对，所以他是违章是没有错的。然后塞尔蒂那地方，因为他未申请建造他们就先行施工嘛，所以原则上我们给他勒停，然后请他补照，他看能不能去补照，补照像执照，对，让他合法。新兴路道路争议问题牵涉到私人地主财产权益和公共通行安全的问题，而且政府阁无钱征收土地，和类似争议案件不时重演。大中华新闻，陈文清、新港采访报道。